情行到这，真心无人听，为着要爱你，我爱到心痛。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蔡宗颖，这首歌曲呢 A 段呢，我会稍嫌不够有味道，唱了太轻太细腻，你应该更加中更加中音的，你选择了偏小，大中小来算点，你选择了偏小，我会选择了偏中，然后慢慢的后面的层次再堆叠，这样的层次一样会很漂亮。另外一点呢，我很想要替你出力的，尤其是副歌的所在，我一直觉得你的声音 power power， 快给你出来，快给你出来，可是总觉得挤不出牙膏，那个感觉就会觉得说，你怎么会没办法更洒脱一点呢？好，来，怡君，你的技巧很 OK， 整首歌都很 OK， 第一句下歌的时候，我也是一样，大中小和的键。你选择的小，我觉得太小心，你一样是可以缓缓进来，慢慢那几百步唔对，但是我无叫你冲，但是唔免细字加遐细字，哦，太小心了。第一句，啊，搁有一点，爱我无变卦，迄个卦，你搁唱看麦。爱我无变卦，你的声有两段，一段你倒缩音，我可以接受，但是你两段拢倒缩音。爱我无变卦，你是倒缩的，你是往内唱的。爱我无变卦，是唱出来的。你如果两段把它分开，那我会觉得合理。但是你两段都这样唱，我会觉得太小心，太过收起啊。现在你们两个要比的是细节，两个今天的细节都不够细腻。好，加油。